家好，我是贺一年，我今年18岁。我喜欢魔术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大概5、6岁的时候，我爸妈带我去逛商场，然后看到一个魔术师在舞台上表演，他请我上台，他把我手上的扑克牌变不见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喜欢上了魔术。